我们今天无土栽培土豆啊，土豆啊，这就是上次那个土豆，现在已经长大了啊，给它放在这个桶里。第一层呢，放这个一个皮，是为了保持通气，因为这个桶的底部呢没有钻孔，所以呢通过这个呢保持通气，保持足够的第二层厕所纸。第三层果皮，果皮，再拿一些果皮啊。主要是三角体，再来一些接下来就可以移植这个这个土豆是今天早上从小盆里移到这个桶里的，但这个桶下面是土，所以呢对今后的生长不利，我们给它移出来，它移出来，移出来。看，跟土豆，土豆。好，这里啊，这土豆掉了不少啊。然后呢，果皮果皮，这样就可以了。
那些潮潮湿。这样下面呢既通气，虽然这个桶的底部没有眼没有孔的话，但是下面有这个鱼的皮呀、有卫生纸啊。这样呢到秋天呢我们就来看其他的土豆，这个就是春天的时候那一个土豆，那小盖那个土豆，无土栽培土豆，保持湿度、好。